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锻炼中国。我现在在湖北的荆门，前面是南新门呢、这是在荆门古城内，这边有一条超级热闹的小吃街啊，带大家逛一逛，里面美女如云呢，美食也特别的多。有美食的地方都是美女的集中地。南新门烧烤，小海鲜，龙虾，这条街太热闹了，荆门美女特别多。卤虾，水果茶，还有卖水果的。荆门的美女长得相当漂亮，穿的都很时尚。港式牛杂，炒酸奶，烤鸡，这个美食也太多了。年糕，这边是卤虾，火爆鱿鱼，这条美食街还非常具有人气。好鲜蚝，铁板鱿鱼，鸡蛋灌饼，章鱼小丸子，酸奶水果捞，真的是美女如云呢、谁说湖北美女没有湖南美女漂亮？好鲜蚝，小土豆，湖北的美女完全可以跟湖南的一较高下，我感觉荆门的美女就比常德的多，人山人海。莲蓬，再往前走就是一条步行街了，叫中天街步行街，这应该是荆门最热闹的步行街了。哇，这条步行街还挺漂亮的，逛步行街就是看美女的。事实证明，湖北美女不输湖南美女。这里就是荆门最热闹的美食街。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